这种仿生大熊猫，首先它的毛皮的颜色要接近大熊猫，然后手感虽然是毛茸茸的感觉，它会有点粗糙。我们就是吃了很多材料，最后还是选择了纯天然的澳洲进口羊毛。我们必须要抓住熊猫的神态，所以说我们首先从它的爪子、还有睫毛、还有它的那个眼睛，以这个眼睛为例，为了它有神，我们试了很多种方式，比如黑眼白比例，它的眼距多少毫米，我们都是用尺子去量，然后最后去测试一个最满意的效果出来的。